又喝停。哟哈。怎么太多了？怎么都往那边去的？冲这个我不撂下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还别撂下，别撂下。头也来一个。哎，这谁累谁知道。你们这太多了，给郭老师留点。还有呢，是给我爸的上花篮，你知道吗？嘿，上花圈，上花圈。什么人你啊？好家伙，这花怎么这么放着？我姐底下上来，我以为放一小乌龟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这多好，没听说过啊！今天好日子，是钢丝节啊，中秋节，两节相会啊。在这儿能给大家说相声，心里特别高兴。没，有日子没当上这个舞台了，是吗？自打五月开始吧，一直在广德楼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就发配到边疆了，很少来这边。是，我也好久不来，是吧？张一元还是六月份，三里屯也都半年多没去过了。啊站在这舞台上，当然非常高兴。当然，我一人高兴，不光因为登上这个舞台啊，也因为我的搭档，我侯震。他离开舞台多长时间了，是吧？太长了。原来在德云二队，啊，后来调到这个德云司机队了，是吧？对。给我爸开车呀！我现在专给 GMC 量活。对对对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他前面有车堵着，鸣笛滴滴，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那这等超过去还得说别挨骂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没方向盘我都不适应，我跟你说，净干这事儿了啊！跟他演出啊，心里高兴，是吧？同时也因为他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的高，是吗？人家名门之后，哎，别这么说，客气是不是？客气的相声世家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我的父亲是郭德纲先生啊。大伙儿不知道另外一件事，什么事儿？他的祖父是郭德纲先生。他，我呀，谁说的？怎么了？像话，上来占便宜像话吗？不占便宜啊！想夸夸您，夸错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从古至今，这么些个伟人当中啊，女性同志咱不算，光靠咱这个男同胞，您在我心目当中啊，排第二。我在你那儿都排第二了，排第二。第一是谁呀？西门大官人。那你吧，这个西先生，这个艺术。别西先生了，别西先生了。好，第一是西门大官人，对呀，我排第二，不是怎么您抬爱了，您抬爱了，夸夸您吧，想我排不了第二，第三，哎，哦，第二那得烧饼说那冠希他第二，哎，就说那个意思啊，侯老师来这演出非常不容易啊，这一会儿那边都估计贴条了，你知道吧？贴条也不是我的车，没有这么干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是讨厌。啊，跟他演出高兴。他这个人啊，别的不说啊，台上咱不说，台下一等一的人品，这是实话，人性好极了。哎，他也就喜欢跟他说话，是吧？长知识，长学问，没错。啊，我们经常出去各地演出去啊，哪儿都去。前些日子奔太原啊，您是不是跟我去了？去了，去了，一起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坐那个火车呀，啊，慢车，是吧？坐上火车，嘎当当，嘎当当。卧铺，不，你等会儿，知道吧？你坐这火车怎么还郭德纲？郭德纲什么意思？没听说过。你这骑着马去的，你这是？我们可以骑着驴，越浅越浅，知道吧？这你师傅那是，知道吧？还是您师哥呢，知道吧？啊，就坐那个火车啊，一路上舟车劳顿，挺累的，在一块儿聊天，聊完天各自上床睡觉啊。一到半夜啊，侯震。起夜了，知道吧？尿急，这上厕所，上厕所啊！大伙儿都去吧。火车上那厕所空间十分的狭小，窄呀，对吧？嗯，他这跟前啊，有这么一个小框框，小框框里头可能有一绿牌啊。要是没人把这个把手拉下来，他这写的就是无人。对，哎，这是有人情况下里写，对，不怎么说不清楚了那个。就是有人就变红了，有人就是红的，哎，就变红了，这就写着有人就变红了，是吧？
我要下台换一绿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无人了，知道吗？有人里头小红牌上面写着有人啊，要是这个插销不插上，他下了一个绿牌啊，写着有地儿，是吧？那写着叫无人，怎么还有地儿呢？知道吗？就这么个小牌子啊。当时他迷迷糊糊嘛，过去一看，哟，绿色的，能进去，把手推开了，往里这么一走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里头那位忘锁门了，没锁门，大姐蹲着正看着他。你说就这么巧，还是大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给他吓得回过身把这门就关上了。我要把门关上了啊，不敢进去啊，啊，对不对？站在门口琢磨，我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就在门旁边，我敲下门能累死我吗？就是，我咳嗽一声能累死我吗？啊，我怎么这么鲁莽，这么莽撞呢？自己谴责自己，哦，不行。姐兜里掏出手电筒来，道歉啊，对不起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谁错了？您那什么举动，跟臭流氓似的，蹲在那儿看去，啊？是吧？还不怕掉火车下边去？怕看不见人家？没有这事儿。手电筒，哎呦，别照了，看看人家吧。本来就进错，扭头走就完了，没这事儿。谴责自己？谴责谁呀、啊？这个人比较正义，没有这么正义的。这人好啊，想这么夸夸您，这是夸我吗？哎，这是在台下啊，这个人品可想而知哦。台上这个艺术那更好了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在台上我琢磨琢磨，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侯震。什么话？侯震算是站在了相声演员的前列线上。嚯！他在那站的时间很久、啊，站不住，站不不站站不住，站不住，时间很长，站不住。好家伙，再把我尿出去！你这没有这样的，站在上头，上头什么上头？没钻在里头，没有那没不像话。说错，那叫前列腺吗？那叫什么呀？那前列就行了，就别线了，就在最前列不有根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这么说是吧？啊反正就夸夸您，没有这么夸的，知道吗？听，在这方面啊，啊，有可能我就比不上您了。你在前列腺后头，那是膀胱，知道吗？哦，不，您误会了啊。就是说，在相声这个艺术领域方面，我自然是不如您的，是吗？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早年间我们成立一个什么培训班啊，我们在一块儿上课。哦，那阵儿他也刚来。我那阵岁数也小，在一块上课。对，你还尿尿活泥呢，知道吧？哎，我尿尿你活泥是吧？谁活泥知道吧？高峰高老师讲课啊，我们一块上课，任命他班长。对，我得当这头啊，啊岁数大、哎，我不如人家呀。啊，我是他的班副。啊，是副手。对对对，嗯啊，后台这个成立个什么相声演出队啊，人家司机队队长。你这说的这是我不如人家呀啊，我是他队副，司机队队副，对对对，不要提司机队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队副，成立一个什么团体啊？人家团长啊，我不如人家呀，我是他团副，对对对，成立一个相声研讨小组啊，人家组长是我是头，我不如他呀啊，我是他祖父，哈这我呀。到这儿没有这么说的，虽然不如他，我挺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啊，祖父像话，成我爷爷了，这可以可以可以是没有，啊，这儿不能这么说了。表扬您吧，副队长，副队长，哎，反正那意思就是说您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啊，平时生活起居、各种兴趣爱好啊，人家也不错呀。是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得往家里介绍，往我家书香门第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啊，这话这么说不错。他啊，平时什么琴棋书画那是样样精通，爱这个呀，对不对啊？咱挨个介绍一下。行，先说这琴。嗯，琴是什么呀？乐器。是，对不对？可以用一句话这么说吧，啊，说没有侯震拿不起来的乐器。哎呦，什么都喜欢。是大提琴。嗯，多大个儿？走。哎，钢琴。起。立柜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等会儿，你电视加钱，知道吗？加什么钱呀、啊？都会拿呀、啊！这像话吗？是冰箱还加钱呢？电视加钱可以，冰箱我搬家公司的，我什么都举得起来，像话吗？
就说那好都能来。人说得拿起来，什么都能弹两下，那叫什么都拿起来，什么都能会。对，对对对，说错了是吧？啊，反正人家会的是不少。哎，先拿中国的这个古典乐器来说吧，啊，人家就略知一二。是，对不对？那古琴啊，人家就会。哎，搁家里弄个小桌，上面摆好了古琴啊。弹琴之前先静一静手，还得洗洗手，洗一洗啊。是是是，是吧？还得往身上蹭。你们看见什么了？这就洗一洗手啊！啊，手洗得了，往这儿一坐，坐这儿弹琴。嗯、当哒啦啷滴当，当哒啦啷滴当，竖过来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当哒啦啷滴当，当哒啦啷滴当，他这儿弹着，他父亲坐在旁边穿针引线，正绣花呢。当哒啦啷滴当。没听说过，您这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没有这样的啊！听说老爷子武艺高强啊，啊，有个绰号叫什么不败，什么什么不败呀、啊？没有，对，哎，东方不败，去你的吧，对吧？你爸爸才东方不败呢，老师，是不是？谁不是那个？哪有我爸爸什么事儿啊？本来就是什么的，我爸东方不败像话吗？ 啊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老爷不有这爱好吗？没有这爱好，啊、没有这爱好，这文琴。绣花吗？文琴什么呀？文琴绣花。没有，旁边喝茶呢，绣什么花啊？是不是？哦，喝完茶，把茶杯撂下，再绣花。行，就喝茶，总就喝茶，光喝茶。对了，反正就说他这个爱好啊、嗯，弹琴，这算乐器啊、嗯。第二个棋啊、嗯，下棋啊，这个咱得由古至今这么说。是啊。你琢磨琢磨，从古代到现在吧，这么些个下棋的名家啊、嗯，前辈高人啊，脑子都聪明。对。有的时候这一招棋能想半个钟头，可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侯老师也是，他也好下棋啊，没事的跟人对弈什么的啊，抄这棋子儿来就琢磨啊，啊，有时能琢磨40分钟，那就不好走这一步、哎哎。琢磨好了啊，军长，军棋呀、啊，你等会儿吧。人那边一翻牌，哎，地雷炸死你了吧？像话吗？我军棋，我想半天，我再翻一个。考虑什么呀？随便翻一个不就完了吗？琢磨，啊、知道吗？那除了这棋也下别的啊？啊，什么象棋？象棋得下。啊、这也下啊？是，这真的啊，啊，搁家里研究，没事好摆个棋谱什么的啊？这对不对吧？学习吗？哎，打开棋谱，啊，把这残局摆好了，继续下啊。拱卒，拱卒。拱卒，拱卒，拱卒！你等会儿，你不，我先问问你，这什么棋谱进拱卒？啊，跳棋棋谱呢？什么没有哎哎哎，跳棋哪还有谱去？来回跳嘛。你好，您这净瞎说，是像话吗？那怎么着啊？象棋就看棋谱，这学没有什么拱卒，拱卒老拱卒像话吗？人家上面写着呢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不是3000个拱卒，把这都换过去，全都拱过去。他那换回来，你就赢了呀。可是我们家我换一地儿不好吗？你知道吗？就反正研究啊，啊，后台也有跟他兴趣一样的人，爱拱卒的高峰高老师啊，哎，两个人经常在一块下棋，不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是都上家里去啊。这么说吧，不是在侯震他们家啊，就是在高峰他们家，没准谁家要的，就是这种意境。是啊，不是在高峰他们家啊，就是在侯震他们家。对啊，要的，就是这种意境啊。不是在侯震他们家，就是在高峰他们家。啊，要的，就是这种意境。不是在高峰他们家，就是在侯震他们家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卡在这儿了，马赛克了是怎么着？啊，就想形容一下呀。形容什么呀？要的这种意境嘛。一句话不就完了吗？正赶巧吧。啊，上礼拜这回，赶上高峰他们家去。啊，上他们家坐好了，摆好了棋盘，俩人往这儿一坐。刚要下棋，高峰先说了：“哟，仁兄，啊，侯兄，咱们先沐浴更衣去吧，啊，先洗澡，知道吗？下盘棋先洗澡。哎，你弹个琴还洗洗手，下盘棋洗个澡怎么了？啊，也行，对不对？表示对他的虔诚。对，反正是在他们家，对吧？俩人洗澡去了，洗干净了啊，浑身啥呀，泡沫都弄好了，拿水一冲，冲得了，拿起浴巾裹好了出来，两个人。”
走到这棋盘之前啊，擦得了浴巾往地上一扔，坐这下棋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不是，我们俩光着在这下棋啊，要的就是这种意境。要什么意境啊？啊，这下得下去吗？这个玩儿嘛，是他看我是我看他呀，娱乐没有这么娱乐的。怎么着啊？啊，照你这么说，要这棋不吃筋，知道吗？就他脱光坐那儿，我脱光坐这儿，就看一天，瞪眼，瞪什么眼呀？没有，得穿上衣服下。我穿上衣服下，当然了啊，反正浴巾一扔，穿戴整齐，俩人坐这儿下棋啊。这回轮着他先出手哦，但是他盯着这棋盘啊，五分多钟。啊，不动，我怎么没动呢？俩人都不动。嗯，这时候他说话了，啊，高贤弟，敢问你这棋盘当中为何没有车马炮啊？啊啊，仁兄啊，咱们下的这叫围棋。哎呀，围棋我不会呀，搞材料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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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别听他瞎说，走了这就走什么了？围棋象棋我还分不出来，是吧？啊，坐那儿纳闷儿，这黑白子上面的不写着字儿呢，多新鲜呢！啊，就我们就下象棋，就下象棋。对啊，反正下棋人家也懂啊啊，这是棋，书，嗯啊，书是看书，各种书人家都瞧过，都爱看，这对不对吧？对对对对，打小那阵儿受家里熏陶，就爱看书，是是是啊，小的时候解学校回来啊。过这么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非常的阴森啊。每次岁数小啊，经过这儿，快走两步过来，害怕呀、啊，害怕。嗯，不知何年何月吧。嗯，在这小树林里头，开了这么一家新华书店。火，这小树林里等于新华书店。哎，本来就阴森啊，有这一看，好家伙，太害怕了这个。啊，每次过来一看新华书店，总怕里头出来人把它吃了。嚯，这怎么办？紧跑几步回家了啊！反正日子一天天过去吧，直到有一天学校放假，下午放的早，2:30放学哦。解学校出来，路过这小树林，当时3:00啊，太阳特别的足，夏天呀还挺亮的，太阳特别足。回头再一看新华书店，也没有那么恐怖啊，就是嘛，看看去吧啊！紧跑几步进了新华书店了，往里一看。跟别的书店一模一样啊，没什么区别。卖书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老板。老板有什么区别？岁数不小了，哦，60-70岁，一个老头，年龄大。哎，往这一站，杵着根拐棍，眼珠子都拧了，嚯、哦，一动不动啊。他是逛过来逛过去，挑了一本书，鬼故事。我还挑一本鬼故事。小孩好奇呀、啊，哦，得看看呀、啊，鬼故事拿过来。哆哆嗦嗦递上去，老爷爷，您看看，您看看我这个啊。老头儿不搭理他。50，这书50块钱，给您100甭找了吧，是吧？这书给我夹在嘎着窝这儿，推门刚要走，老头给拦住了啊。等会儿，记住，千万别看最后一页。这太吓人了，这也你这动作跟你爸爸一样，我跟你说吧，叫瞎葫芦吧。这是郑豪老师的动作，这是那个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哪么回事？哪么回事？就是跟郑豪老师一样。没听说过，知道吧？我还学侯爷，知道吧？啊，就说这意思。也行也行啊。不行。当时他这心里头难受啊！啊，这玩意儿，这好家伙，这有鬼啊！这是，是他吓人呐！夹着书往家里跑啊！回了家，推开门一看，爸爸妈妈都在家呢啊！进了屋里，不行，我得瞧瞧这书最后一页，把所有灯都打开，这灯都打开，台灯、电视，凡是能亮的都打开了，都开开了，房门四敞大开啊！厕所里那浴霸都打开了，是啊，亮堂亮堂哦！啊，一下子坐在这儿，你们保护点我啊！我非看看最后一页是什么啊！不行，我得跟他拼了。定价50元，嚯！不是，等一等，不是，可是这5块钱一本，要我50。对对对对，我说老头不让看的，知道吧？我给100没找钱，要么说受骗了啊，知道吧？这
小时候的积累下来的经验。这就因为爱看书，对对对，就吃这亏了。长大之后对书这方面的热情就淡薄了，是吧？啊，后来就改了画画了啊，出去跟人画画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他们家出个这样的人才，是对不对啊？他这也算是家传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媳妇儿是个画家，这个根据遗传学的角度来讲，可能是有遗传这方面的基因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他画画画得好。我媳妇儿是画家，遗传给我像话吗？这不家望子成龙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没听说过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就能画画啊。回家两口子坐在一块儿，一人一个字台，跟前放这么一面镜子啊，自画像，自己画自己。哎，自画像哦，俩人坐好了啊，自画像啊，瞧瞧，画画。这瞧的也太细致了，啊、连这烂眼边都画完了。哇，最后画出来一瞧啊，侯震这儿画一大乌龟是吧，他媳妇呢画一大狐狸。没有啊，我刚才听着就不对劲儿。一家子爱玩爱玩这个。没有没有吧，变相骂人的，什么乌龟狐狸像话。不是骂人，您这是讲筋比骨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家不画这个知道吗？不画这个。那就我媳妇专画文凭，我专画驾驶证啊。你闺女画这戳是吧？不用，就直接盖了、啊、直接盖了。对了，反正就说这些个爱好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咱这回是真的遗传了 啊，真的不没有你媳妇事了啊。这件事情刚才也没有啊，您这还有这么些爱好啊，这么好的人性，台上这么好的艺术，要全都归功于他的父亲。他父亲这个人呢，别往这儿比划，别往这儿比划，说就说。他父亲这个人啊，这姿势也不行，姿势也不行。我觉得怎么着，啊、夸一夸哈、啊。不用，就说话就行。我说他父亲，哎呦，提起老头值得让人肃然起敬，是吧？哎呦，老头太好了啊！每次看见老头都得行礼啊，鞠躬。不行，不，今儿我忍不住了啊，给你父亲们鞠个躬。好，你站起，站起，站起。二楼的父亲们，你们好。跟我没关系啊，没，他自己说的。二楼的侯震的父亲们，你们好。怎么了？别捣乱啊！看见老、哎、没有这样？看见老爷子激动。看谁老爷子呀？高兴啊！高什么兴啊？啊，要说他有这成就，全都于归功于他的父亲啊。没人这么说啊，小的时候他父亲疼他。那谁的孩子谁不疼？是不是？是是。老来得子啊。他父亲那阵是97岁高龄，有的他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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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他那阵到不了，到不了，啊，97岁没有这功能了，啊，是吗？啊，对啊，反正47哦，47有的他老来得子，特别疼他。小时候那阵也是纯母乳喂养，知道吧？说的真牙碜，你这什么叫真牙碜？有的时候，他母亲一个人的奶供不上他吃啊，他父亲请了奶妈。啊，过去有请奶妈。要说请奶妈，规矩太大了啊！是，不同的人种，不同的奶。这话怎么说的？你要说欧洲人啊，那纯鲜奶，纯鲜奶。亚洲人啊，早餐奶。非洲人，巧克力奶，你知道吗？这按色区分的。对对对对，有区别，你知道吗？那阵儿就喝、啊，家里请10个奶妈，他父亲往这一坐，挨个测试。你怎么着挨个测试啊？不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一人发一碗，这都几得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他父亲拿过来，不喝啊，看这墙没，唰，泼在墙上，那不是糟践了吗？不，看看这奶质量好不好啊？这怎么看呀、啊？看这一号奶妈，啊，拿起来，唰，就看这奶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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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掉下来了，流下去了，都流下来了啊！不行，太稀。哦，没有营养。是啊，来这二号你这个啊，炒起来，唰，扔墙上了，定住了，嚯，跟果冻似的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也不行，这个、啊、这个身体里火太大，哦，有毒。是啊，必须要什么奶啊？什么奶啊？这泼出去，匀速下降，在离地还有10公分的时候定住了。啊，这种奶最好。嚯，你想。这多难找啊！是是是，最后10个奶妈就挑出来一个啊啊，专供他喝。哦，另外9个呢，专供他父亲喝。啊，这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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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瞎说，另外九个回家去吧啊，是吧？请这么些人是有含义的，啊、知道吧？才养出这么一个大胖小子来。哦，他父亲小的时候也差不多吧，啊，背传，代代规矩啊，代代都这样。要说他父亲小的时候，那可赶上旧社会了吧？啊，对，赶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旧社会那阵儿，怎么说？不是上学啊，没有上个中学，上个小学没有，是过去上的叫私塾，哎。现在你看后台我们老先生赶得上，谢天顺、邢文昭啊啊、李文山对、赵南赵先生他们这赶得上，是是是，像我们这儿都直接上学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这岁数小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像我就搁到过去吧，相当于是上了9年的私塾，哎，对吧？他父亲那阵儿过去也上私塾，是，记得同龄的孩子吧，差不多在一块上课啊，啊一个班多大岁数都有啊，1年级到6年级。都坐满了，都在一起，知道吧、哎？他父亲那阵大学长，啊，哎，这孩子啊，有6岁的，有7岁的，他父亲，43岁吧。嚯、啊，你等会儿吧，在一块儿上课。我爸都43了，还跟孩子们上呢。就大学长啊，没事的啊，哎，孩子们，咱们出来玩吧。您这是打工里出来的，您这是什么叫打工里出来的？还是东方不败，还这个呢？兴趣爱好啊，没有这爱好。出来，别比划了，跳猴皮筋来吧。啊、哎，出来，别跳什么猴皮筋儿啊，出来一块玩俩跳。哎，我就不跳了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在一块玩。一会儿呢，先生回来了，啊、就是老师啊，回来。那、哎、干嘛呢？你们都，玩呢？先别玩了，回来上课啊，教书。教着一半，老师这儿来封信。拆开一瞧，哎呦，中午有一饭局儿，有事儿，我得上那儿去。啊，老师走了，临走之前跟他父亲嘱咐了：“啊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把他们带好了，别瞎玩，知道吗？班里头学习。”行嘞，老师。老师走了，他父亲这谁听老师话去？这就闹开了啊！啊，搁这班里头出来，来吧，咱玩吧，咱玩吧，搁一块儿还那玩是吧？跳猴皮筋什么的，是吧？老跳猴皮筋啊，就有这个爱好啊，是吧？弄、啊、一块儿搁那玩，玩半天累了，也渴了，正这功夫儿，这跟前儿过来一个推自行车卖凉粉的，卖凉粉哎，凉粉谁吃凉粉啊？姐这儿就过来了啊，他父亲一眼就瞧见了，哟，卖凉粉的，这太好了，这个啊，这咱来碗凉粉喝吧。那夏天的喝凉粉应时当令啊，是喝完也凉快也痛快啊，来吧，四个小孩吧过来给这卖凉粉的围住了。那个卖凉粉的，你这个凉粉多少钱一碗呀？哎，怎么卖呀？4分钱一碗啊。哦，4分钱，你等会儿，我一个人没有这么些个，我们看看凑凑吧。啊啊，围一块，你有钱吗？我出1分，我来一分，这该你出了。轮到他父亲拿钱了，行吧。嚯，你干嘛呢？这是把裤子褪光了。不是你，姐这鞋壳里头拿出1分钱来，那还用脱裤子呀？啊，连裤鞋，连裤鞋没听说过，连裤鞋，不脱裤子脱不下鞋来，知道吗？直接拿不就完了吗？拿出1分钱来啊，给你吗？哎呀，给我吧。再看这1分钱硬币呀，啊，都绿了。怎么还绿了？太脏了，好家伙的，藏在袜子里头啊！见天跟这脚掌心接触，你知道吗？见天怎么磨蹭着，都绿盘出来了都，你知道吗？递到这卖凉粉的手里，算算账吧，1分、2分、3分，嚯、啊，还有翡翠，啊、揣在兜里，行嘞，给你们盛碗凉粉吧，凉粉快得了，那按理当说放点酱油。放点醋，料酒啊，是吧？切点胡萝卜丝儿，弄点黄瓜，都这么做呀。是，他这都弄完了。问问小孩们，哎，小孩们，你们要黄瓜吗？这不废话吗？凉粉能不要黄瓜吗？得要，要整的，要碎的呀。不是，说这整的怎么办呀？当然要碎的了啊。哦，碎的，嚯，碎的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不这卖凉粉也太恶心了，知道吧？碎的，你们来这个吧。四个小孩抱着凉粉都快哭了。这能吃得下去吗？这还真是黄瓜啊！你这牙也太黄了，嚯，好都带在上头了啊！这怎么办呀？四个小孩围着这个，
谁也不愿意吃。哦，这个时候先生回来了，你们四个孩子怎么这么顽皮呢？啊，跟你说了这里头好好学习，出来干嘛来了？啊，出来玩来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凉粉儿，给人钱了吗？给了。我看小小年纪还想吃凉粉儿啊？你们上那课了吗？老师教给你们了吗？这吃凉粉还上课？真是的。嚯，什么意思这是？行，回上课去吧。大伙儿都回去上课去了啊。那会儿下课，老师姐屋里出来，奔了办公室，在里头休息休息。哦，这四个孩子出来，他父亲心里着急，这凑钱买的凉粉怎么都让他给吃了呢？就是白花这四分钱了，一口都没捞上啊。旁边那孩子推他，你有病啊，你疯了啊，那凉粉你敢吃吗？也是敢吃不敢吃，搁一边，咱这四分钱没了呀。对，心里别扭。我那盘那一个，你知道多长时间吗？你知道吗？这别提那个了。那怎么办呀？这个，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啊，咱要不骂骂他，骂老师，砸他玻璃去，你敢吗？那怎么办呀？哎，说着话，这小哥四个走到了一座庙宇的前面，啊，抬头一看，叫天王庙。哦。哎，到天王庙了，咱要不写他这影背墙上，咱写首诗骂骂他，你看怎么样？骂骂这老师，骂骂老师啊，行吧。哥四个走到这影背墙跟前儿，拿什么写呀？抠出这么一小块石灰来，咱琢磨琢磨，咱骂骂他啊，行吧。头一个小孩抄起来，兄弟四人，说这四个人，小哥四个，哎，来。你写这个，抄起来，共凑四分。哦，凑四分钱。来来来，老三，你写这个。嗯，买碗凉粉儿。啊，谁？大学长，您来这点睛之笔。这你们都没骂他，我骂他合适吗？你出的主意，你骂呗。啊，我琢磨琢磨。你这手势，这行了，半天我都没理你。哎，拿下来。啊，没有这手势。考虑哦，左撇子是吧？左撇子没有这手势。怎么着？这正常点。想啊啊，先生独吞。哦，把这诗写完了。四个小孩嘛，忘性也大啊。写完了，都玩去吧。小孩的，反正洗地的，反正又走了，是吧？你是有遗传，我跟你说吧。老扯上我爸爸干什么？我哪扯上你爸爸了？说这么半天，我提你们家遗产那事儿了吗？废话，你敢提吗你？你这个人真是的，真是。上回那事儿你不都报复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怎么报复完了我？啊，都报复完了吗？别在你老说这可不行。别在这找就想啊，是吧？写完了，四个小孩走喽，是吧？都玩去了啊。他们四个前脚刚走，你想大街上人山人海，保不齐也有看见这天王庙的。就这么着，他们四个小孩刚走啊，过来四位大才子，四位才子，大才子有文化啊，文化人哥四个，姐那边过来了，这是文化人吗？啊，就过来了吧，是吧？姐那边就过来了，嘿，就是过来了啊，看见这天王庙了，这里这哥四里的啊，大哥先说了，哎，兄弟们，天王庙，哎，好极了，天王庙，你们去过天王庙吗？里头供奉四大天王啊，哎，黎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、刘德华，知道吗？咱看看去吧。什么呀？小演唱会。别说了，怎么了？好好站着。啊，他跟落了病似的。不是，哥四个就洒脱呀，洒脱。没有这么洒脱。敞亮是吧？啊，过来看见这个，哥四，咱进去瞧瞧吧。这四位大才子进去转了一圈，真不错啊。这雕像雕的多好啊！是。独自个儿雕像，这费人工啊，这个啊，搬到这儿来也不错，真好。哥四个看完了，临走，这老四说句话啊：“这几位哥哥，咱也别白来啊，咱得来首诗，是不是？显示咱四位大才子上这儿来过呀？啊，那干嘛呀？咱一人来泡尿？不是，这是才子吗？不是，咱写个什么呀？到此一游，那不行，咱考虑考虑吧。啊，哥四个出来。”也站在这影背墙跟前儿哦，想一想，写什么呢？哎，把这个
石灰，这个小笔头拿起来了。大哥，您嘴大，您先来这个。抄起来，嗯，行。天王庙内大法身，哦，说里头这四个雕像，大法身大呀，哎，大法身，把这拿下来，来，你写这个。老二接过来，身穿铠甲似龙鳞啊，说穿这衣服好，好看，龙鳞似的。是是，来来，老三你来这个，嗯，老三抄起来。嗯，脑袋倒有麦斗大啊，就说这雕像啊，脑袋跟那麦斗一边大啊，这雕像大呀，倒有麦斗大。是是，老四你来这个啊，这我没法写呀。嗯，你们仨把这赞美之词都说完了啊，我说这哥四个了，我说这个身上穿的好看啊，你连脑袋大都提了，我说什么呀？没词儿了，这玩意儿脑袋大。脑袋大，他就嘴大啊，嘴大他吃的就多，是吃的多他就拉的多。哦，哎，我来这个吧，抄起笔来，一抛大粪十五斤。嚯，写完了啊，这哥四走吧，是吧？这四个流氓走了是吧？哥四个走了，他们前脚刚走，老师姐这办公室出来了啊，睡一觉。挺舒服，回头这么一看，这个学校跟天王庙挨得不远啊，一眼就瞧着这影壁墙上有白颜色的东西。这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谁在上面瞎画的白道子呀？这是老师眼神也不好，得了吧，我回去弄个笤帚，来盆水，我给他刷了吧。哦，给擦下去。回去把这笤帚水拿好了，接得了，走到影壁墙跟前儿，刚要把这刷下去，一看，哟，不对啊。这不是白道子啊，这是文人墨客留下来的诗篇呀，写的字儿。哎，这我得看看啊。嚯，这个绝句，哎，这是绝句，还绝句？哎，四句啊，绝句吗？啊，这是十一言绝句。怎么哪有十一言呀？这得说说啊。啊，这小哥四个是这么写的啊，这老哥四个是这么写的啊，这上边七，下边四，加一块儿。整十一个落一块儿了，哎，落这么一块儿了。哦，这一溜一溜的，哦，十一言绝句，这我得拜读一下。那得看看这个，嗯，头一句，天王庙内大法身，兄弟四人啊，好，哎，你看，大法身哥四个啊，正好四个，四大天王，对 对, 对, 对，兄弟四人。第二句，身穿铠甲似龙鳞、啊，共凑四分。四分钱买的铠甲啊，太不值钱了。这第三句，脑袋倒有麦斗大，买碗凉粉儿。啊，脑袋大跟吃凉粉有什么关系？这四一句呢？哎，四一句最好了。怎么好？一抛大粪十五斤，先生独吞。别说了。